那么翩翩风采太美妙，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。马上要新年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祝大家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，谢谢。好，继续啊，好，亲爱的小拉姆，2017年春节在哪里过呢？2017年春节我打算在成都过，去吃火锅去。胖死了。还没有去过成都。还没有去过成都啊。以前在中国过过春节吗？那是当然。在中国过过春节，然后也收到了很多红包。好像前年在南京过，哎，前年在南京，去年好像在加拿大，在加拿大，对啊，前年在南京，南京跟谁在一起过？跟一个干妈的朋友，啊，王娟啊，那对成都的春年有什么春节有什么期望和好奇呢？火锅，吃的是我的兴趣。成都应该很多吃的吧，好辣辣的我喜欢，还有成都应该天气就比较湿湿的那种，想去保养皮肤。应该会保养皮肤吧，现在皮肤也很好啊，挺好的，有痘痘看见吗？2017年有什么新年愿望？新年愿望想买个笔记本电脑，笔记本电脑，然后想让自己唱歌越来越好，学习越来越好，中文越来越好，这是我的这个希望愿望吧，然后希望自己能成长得更好。好，还有呢？没有啦。今天新发型不展示一下？新发型很可爱吧，就我觉得挺青春的，看见了，抓了一个鼻，好，就觉得挺好看的。我要减肥。哦，还有，我要拿红包。我说过了，我要拿红包。反正去成都就也是跟这个姐姐一起去的。她家应该会给我很多红包。多希望是那样，因为春节就要拿红包，还有我的生日，大家别忘了4月30号，别忘了我的生日。捐红包。